我们每年哈，每年在四月份的时候会举行一个成年祭。成年祭就是会教小孩子练习射箭、弓箭。我们刚刚傍晚，我们可以办，就部分会做这个工作，因为现在朋友不是上来的，自己打麻将弓箭。以后我会跟姜老师配合，就是说，我把以前上上了，我们原住民的那些生活文化哈，慢慢的让你们知道，让你们去吸，让你们沾一些东西，看你家。如果你碰到这东西，你去上山打了，一定会巩固。打不到，因为巩固。巩固。哦，女孩子也不能碰男孩子的枪。因为我姓妈妈，对。如果说我姓爸爸的话，我爸爸是入赘的，所以我们都是姓妈妈。我爸爸是五届的，因为我妈妈只有三个姐妹了，所以。去吗？那个不好去。哪里？不是啦，如果可以，那个是最好吃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啊，你砍的是从哪里一个标准啊？我看那个。昨天中午就吃这个苦苦的。可是今天早上的好甜哦。你知道吗？八千块。他居然都不跟我说哎、欸。啊，你真的有做、哦？我没有做啊，可是他居然不跟我讲这件事情。这样就可以煮。那件煮了。那个右手不动，左手再转。这样子啊。左手抓着，然后没有，你这样左手再转，你这样子会受伤。这样，对，要转那个绳子，手不要动，绳子动，右手不动啊，左手再转，然后再这样从这里拨开，这样拨开，然后这里就转这边，这样很漂亮。嗯，真漂亮。一个蝴蝶梦，那个大陆的蝴蝶，两只蝴蝶。来，快点，我们来。用这个吗？对啊。哦。那个可以当麦。等一下可以献花。有需要合音吗？我唱我最近练的歌。好。哇，新歌哦。心和心之间。没有距离，那时的天空最美丽。曾经捉住划过的流星，许下深深的心愿，从此不在夜光下寻觅。两个人之间没有距离。爱人的笑容最美丽，我的心中在想你，你是我就是你，还要连着千步的小心，爱着他，想着他，走向自己心中。大风不刮，一雨不下，相遇在清澈天空下。抱一下。Isha ma dum dum am tu dan ukas nama tu sisnanga itu hayatu nama siwa kaiva say chisaki Isha ma dum dum am tu dan makari mulmul inak isa.Kulumakau
布鲁曼，布鲁马海，布鲁马海，老巴古，老巴古，西斯坦诺马，萨斯比纳，白色星海，伊米达杜纳